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们好像已经连续两天讲了日本的事儿啊，日本天皇，讲到了日本天照大神，也讲到了日本的这个宗教啊，就是这个空海传到日本去的这个东密，在中国呢叫唐密啊，东渡之后，正法东渡之后叫做唐密。空海呢，这个唐密，它其实就是实现了宗教对社会政治他的这个设想，建立了日本他这个宗教跟政治制度的这样一个结合的模式，一直到今天啊，日本天皇被称为万世一系，也是世界唯一的，到今天为止啊，以后也可能也不会再有了，他是唯一的一个起码要延续2000年的一个皇室。这是日本很独特的一点，就是他这个岛国呀，不管这个世界局势怎么变化，但他相对了保持了稳定。这稳定的基石其实是唐代啊时候建立的，这个根源呢就跟这个东密有关。这中间呢其实有很多秘密啊，但今天时间关系，咱们没法啊展开了说，咱们就说这个空海啊，他在日本的这个影响啊，咱们通过一部小说来讲一讲。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呀，关于中国的这个四大名著啊，还有加《封神演义》啊，和加这个什么，就是我们说五大名著加《金瓶梅》啊，什么很多，包括这个中国这个戏曲、文学作品，都是隐藏了天地之秘。它是那个宗教啊，就是悟道者的啊，他们的杰作，都是剧本的体现。但说到这个长篇小说啊，我们都知道中国叫明代的啊白话小说啊，明代的长篇小说啊，以四大名著啊为标志的。但是也是在起码这个前三部啊，就水浒、三国演义啊和这个西游记呢，它是在创作于明朝中叶，就是1500年啊，大概这个时候左右。但这个世界上最早的这个长篇小说创作于什么时候呢？是公元1001年到1008年，有一部小说，这是基本上公认的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它是日本创作的，并且还是个女性的作家。说到这儿，肯定有的朋友想起来了，是什么呢？叫做《源氏物语》。物语呢，就是一种日本的文学题材啊，就是咱们就说长篇小说吧，就是讲故事的啊，那有个故事线，有时间线啊，有人物线，有情节这些线索。大家想想，1001年的时候是什么时代？是中国的北宋年间啊，也就是《水浒传》一开篇讲那个嘉佑三年3月3日午经3点啊，就仁宗天子啊驾临紫宸殿，那个时候是1000几几年。就在他之前几十年，日本就已经创作出来了这样的长篇小说，就叫《源氏物语》。源氏呢，源就是源头的源啊，氏是氏族的氏。有的朋友问啊，这个小说跟这个刚才讲的空海有什么关系呢？对了，关系非常的密切。这个小说的这个作者呀，其实他应该是日本藤原家族的啊，一个女的，但现在呢，生卒年份跟这个准确的姓名都无从考证了但是他这个人物是存在的。他大家知道日本是藤原家族啊，就藤原家族，他是那个日本天皇啊，有段时间啊，前后170多年间，这些天皇的这个皇后啊，全是出自藤原家。那意味着天皇啊，都是藤原家的这个女性生出来的。这个写藤原氏物语的这个女作家呀，现在我们更多叫他叫紫氏部，紫氏部紫的紫色的紫啊，紫氏部，他应该是推测，他应该叫藤原香子啊，或者叫什么的啊，他是有他家族啊，这藤原家族那是很厉害的是吧？他也照顾我在皇宫里生活过啊，照顾我这个天皇的这个妃子啊，或者这个太后一类的啊，所以他有很强的这个生活经验，写出来这个《源氏物语》。这个小说呢，它跟《红楼梦》啊，其实叫是遥相呼应。
为什么是遥相呼应呢？《红楼梦》的创作大家知道是清朝啊，起码现在就是咱们就说清朝吧，按说吧，其实可能会更早啊，就说清朝吧，啊，就一六几几年大概的啊，就是在《源氏物语》啊这个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完成之后的六七百年才有了这个《红楼梦》，但这两个小说呢，说的是一回事儿啊。首先呢，这个主人公啊，就是这个《源氏物语》说的是一个皇子啊，叫铜壶天皇。铜壶天皇啊，他的二儿子叫二皇子啊，生下来之后啊，他的这个母亲啊，这个去世了，然后呢，这个天皇啊，担心他，哎呀，这个将来啊，因为他母亲去世之后啊，包括他这个外祖父家也不是多么显赫，然后怕他这个卷到宫廷争斗里去，可能长不大啊，或者这个不能这个安享晚年啊。就出了个招，叫日本有个词啊，叫做沉级降下，沉是大臣的沉，级是籍贯的级，降下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就什么把他从皇族里啊给开出去了，给他一个姓叫做源。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日本天皇呢，知道他是神族啊，他是天照大神的后代，他是没有姓的。大家知道吧啊，日本天皇到今天为止是没有姓的，因为他都是神嘛。但从那时候开始啊，给他赐了一个姓，因为他是人了，从天上啊回到人间了，给他个姓叫做源。这个源呢，就是起源的源，代表着创始。但这个孩子呢，长得呀，形容他叫什么叫做这个叫光彩照人啊。看见他就像看见日月一样啊，日月有光一样。又个加了个前面加了个这个定语啊，叫做光源氏，叫做光源。光源什么意思啊？照嘛，照嘛。就这个源氏他的由来。然后这个人呢，所以一生就是跟贾宝玉一样啊，他跟贾宝玉这个出身几乎是一样的。贾宝玉呢，大家知道一出生啊，出生在这个也叫公爵家族啊。那咱们有说叫侯门啊深似海，但是公侯伯子爵啊，公侯伯子男，公侯公爵啊还在侯爵上边呢，是吧？比如说贾家那个公爵啊，就是生在公爵家，他也是二排行第二，也是二儿子，他生下来呀、嘴里就衔着玉，他知道中国这个按周礼啊叫天子佩玉，这个玉啊象征着至高至贵的这个皇帝，并他这个玉上是有铭文的。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就它是一项玉玺一个词儿啊，叫既寿且昌，莫遗莫忘。玉玺叫什么？寿命一天啊，既寿且昌啊，既寿恒昌。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啊？活得又长啊，与天同老，还这个发达啊，昌什么？昌是两个日啊，就是贾宝玉跟这个《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啊，跟这个《源氏物语》的这个主角啊，这个源氏出身是一样的。但他俩的事迹也一样，都这一辈子没别的事儿啊，就跟一堆女性啊叫纠缠不清，所以这个《红楼梦》有个叫情榜，贾宝玉叫做情不情啊，整天就是到处留情。那个袁公子《源氏物语》里的主角跟他也一样啊，到处溜溜达达啊，因为日本当时那个制度啊，就是女性不动啊，男性去叫访婚啊，就是不管是婚配关系。还是情人的关系啊，女的是不动的啊，就是男的去访问他。这个袁公子啊，整天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一辈子好像也没别的事儿啊，就流连于各种各样的女性中间，跟贾宝玉啊是一模一样。贾宝玉呢，是在大观园里啊，大观园里呢，这些女性呢啊都有自己的这个院子啊，你像这个薛宝钗，在叫恒芜，叫恒芜院吧啊，然后这个。谁这个还有其他的啊，讲你像这个贾宝玉这是怡红院啊，林黛玉叫什么叫潇湘馆，还有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名，就大观园很大呀，天地大观嘛，大观的意思就是天地大观啊，就是天地之间啊，天下的意思啊，分着各个一个个独立的这个院落，然后贾宝玉到处溜达溜达，这情节上也是一模一样。所以历来啊研究这个《源氏物语》跟《红楼梦》的这个著作呀，几乎非常非常的多，
哎，然后有各种对比比较啊，说什么的啊，但是也就更多的讲的是这个在不同的创作过程中，没有人太多的讲到这两个书之间的关系，只是比较它之间讲的这个异同，可能这个情节啊太多一样的啊，比方说这个光源氏啊，为什么光源氏啊，贾宝玉这个宝玉啊，那叫什么意思啊，那叫玉有光嘛啊，宝玉啊哈，玉有光啊，都是这个都跟这个光有关啊，天照大神的这个宝贝啊，就那个叫八智镜啊，就天涯智齿那个智字啊，叫八智镜啊，这是日本的这个皇权这所依赖的这个依托的这个三神器之一，就是天照大神的这个子孙，但是那个镜子贾宝玉呢也是一个镜子，贾宝玉就睡在镜子里，然后《红楼梦》也叫做风月宝鉴，大家想想，这个都是一种巧跨越将近七八百将近千年的巧合吗？啊，也不信这个不是这么简单吧，是吧？这俩人的结局也一样，这个袁公子呢他最后出家了，哎，他心爱的这个最心爱的一个女人啊，叫若子啊，也叫子之上啊，去世之后呢，就极受打击，也就是把他的诗稿啊，把他来回传递情书都烧了。大家想到这个《红楼梦》里啊，林黛玉啊，临终之前啊焚诗稿，当然这个换成这个南方了啊，然后出家了。贾宝玉呢，也一样啊，也一样啊，最后也出家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一样啊，都是佛教啊，也都研究这些，也讲究这个道教里的占卜啊，或者一些的这些事儿都一样啊。贾宝玉是比较混的啊，他是。大家这个按书里记载，他基本上是道佛道啊，他都会的啊，他都会的。就像日本叫神道教，是神道教的基础啊。我们上期可能讲过了啊，它源自徐福的这个，就是原始古道教啊，这些仪式啊、祭司啊，这是古道教。贾宝玉呢也是啊，他就是叫佛道啊，佛道习合啊，就是神教啊，神啊，就是道教讲神嘛啊，佛教讲佛啊，叫神佛习合。跟贾宝玉他们俩从所有的情节上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这个就尤其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很多研究者呀不会从这个点上讲，我给大家讲过啊，这个《红楼梦》啊，其实这个书啊，它是一个古代一本这个一个传奇小说的扩写，它的核心啊叫做这个僧源泽传啊，就是《红楼梦》经常会讲的苏东坡呀。就是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因为苏东坡写过一首传叫做僧源泽传。僧源泽传里这个就讲的这个一个主人公啊，叫洛阳李元。跟他一个寺庙里的和尚啊，叫做僧源泽啊，两人三生的故事。最后八月十五夜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外啊，那个大致的杭州灵隐寺那个大门上写的什么叫咫尺西天。咫尺西天，灵隐寺后边走不远就是这个三生石就李元跟那个元泽两人三生在这儿相见八月十五夜里。这个源氏物语啊，大家知道源氏物语这个主人公就叫做源，这个就是高度的这种重合了就完全是重合的。也就是说红楼梦的主人公啊，其实贾宝玉啊他是这个李元的这个代称就一个替身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这个红楼梦叫做石头记就是空空道人从石头上抄下来的，这石头一生中的历练，石头是个见证，他见证了什么故事呢，见证了三生故事，就是西方临河畔有个三生石边上有一株仙草叫做绛珠仙草，就是林黛玉的前身，然后呢这个神瑛侍侠公啊，神瑛侍者经常浇灌他所以两个人是这样一个缘分所以红楼梦有几次提到了所以宝黛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三生石上的故事就是三生姻缘它就这样一个意思这个石头上，这个空空道人抄石头记的时候，石头记上写的很明白叫做这个石头记这一生的经历他见证这个故事就是四句诗，
叫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戏身前身后事，欠谁寄取做奇传。这个欠呢，就是单立人一个青春的青，就是请谁啊，就是这是这个石头的身前身后的事儿，哎，让谁拿这个故事去啊，就做个传呢，这个奇传呢，哎，就是其实就是讲苏东坡那个僧元泽传。僧元泽传里啊，到最后啊，这个李渊跟这个元泽啊，在三生石畔八月十五啊中秋夜里见面的时候，这个僧元泽的第三声啊，那就是牧童在扣牛角作歌啊，唱的是身前身后事茫茫。哼，大家想起刚才说的这个此戏身前身后事了吧，就是身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一遍，却回燕赵上去躺。这是牧童啊，元泽第三声牧童唱那个歌啊，前一首歌叫什么，叫三生石上旧惊魂啊，这个在《红楼梦》大家可以看到啊，借他人之口说这个宝黛啊，这个宝玉跟那这个黛玉啊，是这个三生石上啊旧惊魂，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随意性长存。也就是这个《源氏物语》讲的这个袁公子一生多情，整天陷在情中，最后看破情关出家，跟这个宝玉啊，那是情榜上第一名，也一样啊，最后也是出家，也是一个情人出家。这就是其实佛教讲叫做有情众生啊，因为有眼泪啊，它就是有情的啊，叫有情众生啊，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它一个定位啊，叫做情人。哎，说到这儿呢，哎，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哎，你认为它是有关系吗？哎，我们再继续再往下讲。《红楼梦》里啊，它其实真正隐藏了个线索，就是大开元宗。说大开元宗啊，是景教啊进入中国之后，他披上了佛教的外衣，叫做大开元宗。然后，但同时呢，他又跟道家，跟尤其跟全真教啊，跟这个道家的这个内丹派啊，吕洞宾啊这一支关系非常的密切。啊，一向的喜欢介入政治，隐在幕后，操控这个历史的这个进展。这大开元宗，《红楼梦》里其实就讲了这个大开元宗贾宝玉的这个祖宗啊，叫做贾法，啊，祭宗祠的时候叫做贾法宗啊，他的贾宝玉的爷爷荣国公叫做贾法，也叫做贾元。大家记住啊，又来个元，贾元。这是什么？用大开元宗叫做也叫做贾法宗，也叫做贾菩萨宗，这有他的关系啊，《红楼梦》隐藏了大开元宗的这个牌辈啊，叫衍接啊，一代一代的这个这个牌辈啊，就像妙玉啊，是第三代嘛啊，妙玉啊第三代，他那个关系啊，咱们讲这个日本这个《源氏物语》啊，这个女作者紫式部写这个《源氏物语》这本书，他的灵感从哪来的呢？这是有记载的，他源于什么呀？源于他在那个日本啊。有个叫石光山，石山寺，哎，大家知道石有光什么是玉石也啊，叫石光山，石光山有个寺叫做石山寺，石头山，石头山上的山上的石头啊，石山寺，在石山寺闭关的时候得到灵感，才开始写这个《源氏物语》。但这个寺啊，哎，给大家讲明白了，这个寺就是空海啊，这个大师他创立的，他是这个寺的叫宗祖。哎，由他这个寺代表什么，这个佛教一个教派叫什么，叫做东寺真言宗。哎，因为天皇啊赐给这个谁啊，给这个空海啊叫东寺啊，东寺呢，哎，叫真言宗，就是叫开元宗嘛。他这个寺的总部当然没在这儿啊，但是这一宗啊是非常独特的啊，这些寺庙呢，它就以这个空海为祖，哎，叫做宗祖，它是开宗立祖的，就像贾宝玉的爷爷那个贾法啊，又叫贾元一样，哎，贾法宗，又叫贾菩萨宗，一个是开元宗，空海这叫开元宗，贾宝玉这个呢，《红楼梦》呢叫什么？叫大开元宗，啊，它背后都是密宗，也叫陀罗尼，叫陀罗尼宗啊，叫陀罗尼啊，所以你想。中国的开元寺，尤其像邢台这个祖庭啊，
它也叫东大寺。大家知道泉州开元寺也叫东大寺啊，甘肃什么哪个地方那个开元寺也叫东大寺，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联。就是空海从法门寺走了，从这个长安啊，从这个青龙寺啊，得了这个开元宗的真传，回到日本。他走的时候啊，今天给大家讲明白了，他是富有啊使命的。因为中国这个佛教历史上啊，就说这个真言宗这个唐密啊，他消失之后转到日本叫做东密，东密有一天到清末的时候就开始要回传，因为他走了之后唐密传到法门寺地宫关闭了，他走了之后传到东密，东密之后然后中国就名义上就没有了，不是，当然不是说没有，他就这个意思法脉东传去日本了。所以到清末的时候民国期间去了多位的这个高僧啊，包括这个大德啊，这个居士要回，又去到日本又学习这个东密啊，因为日本他就负责，他就是说白讲他就是一个藏宝的一个地方，他就严丝合缝一丝不苟的啊，一点不变的把这原汁原味的唐文化唐朝的这个这些文学唐朝的这当时传过去这个法呀就是佛法毫无变化，然后又回传到中国又回传到中国。所以你西游记讲这个玄奘取经回来之后，他进到长安的时候一回来看见他那个，他出发的时候从弘福寺出发的，看弘福寺的和尚啊带着这个老和尚带着玄奘当时的旧衣服，他出来接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他小徒弟说了，说当时你走的时候说了说你什么时候看见弘福寺的这个松树啊枝头向东的时候，意思老和尚意思我就回来了我们看前天夜里啊看见这个一夜之间啊这个寺里的松树啊都枝头向东，我就知道你回来了。枝头向东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佛祖叫做西来佛祖和东来佛祖呢弥勒呢，跟这个都有关跟这个都有关。也就是说空海传的这个法啊叫真言宗开元宗在这个里边闭关悟道的这个女作者叫子室部，她写出来了源氏物语，主人公也叫做这个名字，跟红楼梦里那个贾元这个贾宝玉这个主人公讲的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前身这个小说写作于公元1000年左右，但是这个红楼梦他创作的很晚了但是红楼梦刚才讲了没有，他是以这个苏东坡写的这个叫僧伽传，苏东坡呢是1000多少年的你知道吗，他1000多少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是苏东坡主要的，他其实说苏东坡他生活的时代的时候，这个他写这个僧伽传的时候僧伽传的时候源氏物语已经创作完成了比苏东坡这个僧伽传更加的早。但是呢再往前推咱们今天再把这线给大家搭上，再往前推苏东坡这个僧伽传它其实改编的，它不是原作，它是改编的，它改编的是谁呀唐朝的一个人叫做元交，姓元的元，郊外的郊，这个人呢是干什么的，他是唐懿宗咸通年间的祠部郎中，这个祠部呢，祠部就是礼部的一个司叫祠部司，管什么，管祭祀天文僧尼道士占卜就祭祖，反正这些一切天文一切跟着有关的都归他管，就这个元交。这个唐懿宗我们这样跟大家讲过没有，就是法门寺地宫里发现的这个捧真身菩萨像上面刻着唐懿宗的金盘子铭刻着唐懿宗的这个生辰10月14捧祁阳真身菩萨像。这个法门寺呢又是唐密的大本营，他的文物是按开元宗这个也就是密宗的这个坛城这个形状来布置也就是说什么布置这个法门寺地宫的这个祭祀就佛祖这些
地宫啊，买舍利的这些宝物，布置这些东西，祭祀啊，包括安置这些东西，谁负责的呢？就是这个元交负责的。元交写了一个传奇，叫做《甘泽谣》。甘泽谣什么意思呢？甘泽谣的本意就是春雨，下降，春雨贵如油啊，是甜的啊，叫责备群生啊，就天降甘霖这个意思，甘泽谣，谣是歌谣的谣。这甘泽谣里有一篇故事，讲的就才是这个苏东坡改写这个《僧元则传》的前身。但这里边的名字稍微有一点调整，元交写甘泽谣的时候，那个这个《三生石传》的时候，他就那个僧人叫做元冠，叫元冠，大家想想大观园了没有啊？就是观啊。说到这儿了，有的朋友应该就联想起来了，他这个起源是什么？起源，但是这个咸通年间，就是公元七八百年的时候，这个唐懿宗。这个时候呢，意思说这个在元交这儿啊，这个甘泽谣这儿，大家把线接上了。甘泽这个元交负责法门寺，地宫祭祀，僧俗宗教天文都归他管。他呢又写了这个甘泽谣，写了这个《僧元则传》的这个前身，奠定，包括我们刚才引用的这些诗啊，就身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包括惭愧情人远相访，都是这个元交写的。这是回到故事的这个起源点上了，大家明白吧？这个元交呢跟温庭筠关系非常好。温庭筠在这一生啊干什么？温庭筠一生这个屡试不第，他为什么这个老考不上呢？因为别人考试的时候，他老喜欢帮别人的忙，但他自己他不正经考。温庭筠尽管出身于宰相之家呀，但最后一直是很潦倒，跟李商隐其实差不多啊。这种人啊，包括白居易啊，这些人都是悟道之人，他们都属于一伙的。咱们说这个《源氏物语》里引用了白居易的诗句90多首啊，90多首，为什么呢？用白居易啊，他是那个时候啊，他是那个。成立了个组织啊，叫做义时上生会。义时上生干什么？就是跟随着这个慈氏弥勒，随弥勒上升啊，随慈氏下降啊，用弥勒叫做慈氏佛，随弥勒上升，随慈氏下降啊，生生世世与慈氏俱，然后发誓跟这个弥勒一块儿，将来呢一起上升。也就是我之前这么多期讲的一个东西，真正的天道是所有人一起一时。升入天门，在最后的审判之后。所以这个《源氏物语》讲的什么东西呢？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就这个《源氏物语》跟《红楼梦》跟这个《牡丹亭》，它讲的故事的主人公情节，它的含义是都是一样的，都有八月十五啊，复生，都一样。《红楼梦》大量提到了这个牡丹亭，大家知道吧？牡丹亭，这些它就是关系是什么呢？关系非常的密切啊，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今天要去杭州灵隐寺，去过或者去过那的朋友，可以回忆一下，可以回忆一下它这些联系，也就是什么？空海去日本，在学业没有结束的时候，匆忙回到日本，然后呢，除了在政治宗教。方面在文学书法方面完成他的一个人的一个传奇，所以日本今天的大师就特这个词儿啊，就是指空海的，是相当厉害的。但是呢，空海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什么？就是隐藏了，就是景教大开元宗，开元宗，我们讲的元行元数，他所蕴藏的这个其实就是弥勒降生的他这个秘密，十。地人，这个石头，它的这些关系都在，这是空海一个隐藏深密宗啊，那总有一个最大核心的这个秘密，就指的这个意思。当然今天啊，我们也是时间关系啊，不能给大家讲的太多啊，有的
有新的朋友你可以比较一下，原始物语是一个很大部头的这个著作，但是呢也就是说呀，还有那个红楼梦很多人也没细看过啊，有功夫呢可以看一看，也可以找网上找一找文章啊，比较一下这些提示。咱们说到这个元氏叫为什么叫起源嘛，叫起源，天照大神的这个神啊直接成为人，给他一个姓叫做元啊，叫起源。然后呢他历史上日本真正的皇子叫陈吉将夏，赐给元姓是谁呢？就是嵯峨天皇，就是空海，就极力辅佐了这个嵯峨天皇。从嵯峨天皇开始才把他的这个孩子这个姓啊，从皇族从神族直接给了人间的姓，叫做元啊，元人。就像这个子时部啊，元始部的这个作者女这个女作者，她大概生活在平安时代啊，距此不远啊，可能一两百年吧啊，两百多年大概这个样子。她呢，大家可想而知，她中间这些关系啊，都是什么？并且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叫什么？叫这个赐给这个皇子这个姓的第一人得元姓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元信，信是信物的信。叫元信，这个人生于810年2月13日。我之前讲过，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也是生于2月13日，但我这是公历了啊，因为神武天照大神他指的是管天，管他是日照神啊，就相当于密宗里的大日如来啊，就类似这样的角色，他是公历太阳历，是公历黄道历，他跟神武天皇是一天的生日，这个叫做元信啊，元信。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起来，这个三生石啊，这个《僧元则传》讲最后啊，李元跟这个元则见面啊，李元先打招呼，则公见否啊，你还身体还好吗啊，然后这和尚啊就已经成牧童了啊，就说啊，元公真信是也啊，李公真信是也，或者元公真信是也，大家想起来吗？跟这个就扣这个人元信，所以好，今天时间不短了，就讲到这儿，然后明天呢我们看时间可能会再展开一点啊，因为太多的内容啊，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线索啊，就是说不能当做完全就听我讲的，好像你就不去这个费心点研究其他的了，那个就我讲半天就白讲了啊，让大家明白真心一个意思。东密日本的这个神道教啊，跟这个开元宗跟景教宗教之间它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关系啊，就是东密呢基本上就是把日本神教就道教佛教儒教基督教都合在一起了。然后这几个宗教的共同，为什么他们合在一起呢？是因为佛教讲弥勒，基督教讲基督，道教讲太上老君金阙帝君，都一样啊，是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降生就是一个石头，就是一个钥匙，就是所有人踏着这块石头升入天门，所有人拿这把钥匙解开自己的这个疑问，来见证验证对天道的这个理解，达成世界的共识，也就是圣经讲的这个传道者传道书。传道书里讲的就是它的本意叫传道啊，叫聚众者言，用古诗传道啊，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啊，他讲的这个能把这个东西啊，是能把世界的人啊，这些艺人觉醒的人凝聚在一起。